如来散摊品第六。二十，世尊具身放大光明，便召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出大音声，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见轮回神人非人等，听吾今日正言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。于是梵世界现大不可思议为神慈悲之力，救护一切罪苦之师，无灭度后，汝等诸菩萨大师及见轮回神等，广作梵边，为护世经，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，说是于已。会众有一菩萨，名曰普广，合掌共举而白佛言：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，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劝说地藏菩萨利益人间因果等事，是住迦卢跋布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。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：谛听，谛听，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师。普广白言：唯然，世尊。要愿要语文：佛告普广菩萨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，或合掌者，赞叹者，作礼者，念目者，世人照业善持戒罪。普广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或在化形香，或土石照基，即银铜铁，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，世人百返胜于三十三天，永不多于二刀。假如见福尽孤，下圣人间，尤为国王，不是大利。若有女人厌女人身，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化香及土石照气通结等香，如是日日不退，常以化香饮食，衣服赠载，装幡钱宝物等供养，世上女人见此一包女，百千万劫更不胜有女人之切，何况复收？除非自愿离孤，要受女身，度脱众生，整死供养地藏利孤及功德利，百千万劫不受女身。复次普广：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堕疾病者，但于地藏现前至心瞻礼，时敬至坚，世人向完结众作受圣身，相貌圆满。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，及百千万亿圣中，长为王女，乃及王妃，财富大兴，大长者女，断成受生，住相圆满，由至信孤，占礼地藏菩萨，
祸福如斯，父子普广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向前做出契约，即各用赞叹、向化供养，乃至劝于一人堕人，如是等悲。现在是众几位来师，常得拜见鬼神，日夜未呼。不令二师折闻及耳，何况尽收诸亨父子不往。未来世中，若有二人及二神而鬼，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跪请供养、赞叹、赞礼地藏菩萨行香，或往生俱毁，谤无功德，即立一师，或虑至消，或被免非，或劝人共非，或以人非，或堕人非，乃至一念胜俱毁者，如是至人贤劫见佛灭都，俱毁至宝，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，过世劫已，放受恶鬼。又尽见劫，复受诸生；又尽见劫，反得人身，纵受人身，贫穷下贱，住根不居，堕被二业来劫极心，不巧之间，复堕二道，是故普广。既毁他人供养，尚获此报，何况别生而见毁灭，复次普广。若未来世有男子、女人，久处床枕，久生久死，了不可得，或以梦而鬼，乃及嫁金，或有想到，或多眼眉，共毁神游，日月岁深，转复忘斋，绵重教补，暂具不乐者，此皆是以道论堆，未定尽终，或难者收，或不得于男女学言，不辨是师，但当对处佛菩萨向前，告声转读此经一遍，或取病人可爱之物，或以福宝杯状元之宅，对病人前告声障言：我某甲等为是病人，对经向前，设住等屋，或供养敬香，或扫佛菩萨行香，或扫塔斯，或燃油灯，或是长珠。如是散白病人，假令闻之，假令注视奋三，至其尽者，乃至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，至七日以来，但告圣白，告圣读经，是人命中之后，素养重罪，至于物无见罪，永得解脱，所受圣诸长治宿明，何况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自述此经，或教人书，或自塑花菩萨行香，乃至教人塑花，所受果报必获大利。是故普广，若见有人读诵是经，乃至一念在见是经，或恭敬者，入去拜见放边，
卷士等人紧急莫推，能得未来现在前往，已不可思议功德。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出众生等或梦或寐，见诸鬼神乃及诸行，或悲或急，或着或贪，或恐或怖，此皆是以圣时生，百圣见生，过去父母、男女、弟妹、夫妻眷属，在于二居，未得助离，无助借荒，福利就乏。但告诉是骨肉，手作放边，远离耳刀，普广如以神力强势劝除，令对诸佛菩萨向前，这些自读此经或经人读，即数散边或记边，如是二道劝除，今生必是变殊，当得解脱，乃至梦寐之中，永不复见。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有住下见等人，或女或卑，乃至住不自由之人，绝止住业，要忏悔者，至今站立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和免万边，如是等人见此报后，见万圣中长生尊威，更不尽善恶大苦，复次普广，若为来世中阎浮提内乍利婆罗门长者、俱师、一切人等及信众族、永信长者，或男或女，即日处中早与独松所不思议经典，更为念菩萨名，隔满万边，是信圣子，或男或女，素有样包，愿得解脱，安乐益扬，寿命增长，若是成佛圣者，转增安乐，给予寿命。复次普广，若为来世众生，逾越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八、二十九日，乃至三十日、四处日等，处罪劫集，定集境中，难言菩提众生，举手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何况自情伤害、邪道、邪淫、妄语、百千罪状，能于事实展示，对佛菩萨出现正向前，都是近一边，动机南北，百由寻内，无助灾难，当自俱扎，若长若忧，现在未来百千岁中，永离而居，能于时在日，每转一边，像是令此俱扎无处横冰，一时奉衣，一锅普普广，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，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，利益之师言福众生，于此大师有大因缘，是助众生闻菩萨名，牵菩萨香，乃至闻是尽三自五思，或以记一句者，现在数妙安乐，未来之师百千万生
张德断争圣孙贵家，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正阳赞叹地藏菩萨已，胡贵合掌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教这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，为未来众生讲这利益，故问如来。为然定收，世尊，但何名此经？属我云何流布？佛告普广，此经有三名，一名地藏本愿，一名地藏本坑，一名地藏本师利经。原始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，利益众生，是故汝等一愿流布普广闻已，合掌不惊坐立而退。哈哈哈，闻三摩地娑哈。